头顶痛，头顶痛，我看到了好多石头往下落，落下来，掉下来，落石，往下掉，往下掉，您知道了啊，是由于隔壁宇宙那边，发射过来的远处的宇宙，发射过来的阳光啊，照到地球上面，让那个山丘变大了，那么我们请求隔壁宇宙把那个光线收回去，收回去的时候，那个石头就也倒过来，往上走了，时光倒流啊，往上走了，往上走，时光倒流以后，石头往上走，退回去了啊，退回到山的原来的地方去了。然后呢，也让隔壁的宇宙也让隔壁的宇宙光线挡一挡，那个光线不要发射到地球上了，发射到地球上来浪费了啊，浪费了这个能源以外，而且地球上也没法使用这个能量，反而对地球上造成了困惑啊，对呀，现在来一个时光倒流啊，让隔壁宇宙把它光线收回去。收回去以后，然后光线再挡一挡，让那个光线不要发到地球上，就这么搞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好，再见，